Pants for luck. This is up. Today we are going to meet one of China's most popular video bloggers, Xu Huashen. And he's very popular on Kuaishou. Really? Yes. Let's go. He has more than 50 million followers and he can take in as much as 200,000 yuan for a single live stream. 然后我就跟我爷爷长大，我爷爷特别特别疼我。 We are going to his hometown of Hezhou, which is a small city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hat's in southern China, bordering Vietnam. And this has been viewed more than 1 million times in 50 minutes. 爷爷，你经常去老房子吗？没有，没有。就是四年之前，你们都是住在这个老房子。对，就三年多吧，没事的。那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嘛，做服装设计的时候，每个月我爸要求我寄5000块钱。压力很大啊。对，压力特别大。然后又换了几份工作，之前是4000嘛。
都不够，分了三年的时间在这里起的房。以前没有这么大的路的，很小的，这么小而已。你现在也滑的，看了吧？哇！哇！这真的是泥巴哎！我来睡。哦。做噩梦的肉。这里还有我刚出去打工的时候，那个工作证啊。包装成立皮具厂，哦，我看一下这个收音机，这一箱都是阿生的宝贝了，有老鼠的。他睡觉啊，要拿那个拖鞋啊，他一跑来跑去就打。我就住这个房间，他是隔出来，因为小时候我和我叔两家人多嘛，没地方住，就住在上面。这里风景挺不错的，你看你。哇！你不要走出去。你是什么时候出去工作？读了没毕业，然后就觉得自己家里太不好，没有心情，没有心态去读。那时候是没有工作，把那摆地摊炒粉，出去没有钱，天天睡公园，天天被保安赶来赶去，这里不能睡，又跑那边去睡，实际上只有好像三毛钱，去那个公共电话打个电话给我爸，叫他过来。我妈她嫁去别的地方，大人的感情那时候我也不懂。那你现在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好吗？还行吧，但是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喜欢和他们聊天。我和那边谈的，我爸又和另外一女的啊，搞得这些感情破裂了，不知道聊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我也会帮他们买。什么时候开始起来？那时候我们还在工厂里面打工。做服装设计师之前是做粉丝的。你能帮我剪一下刘海吗？他已经五年没剪了，对，见到他的时候，他的造型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的非主流的彩妆画的，但就有一只眼睛看不到的。就是什么左眼不用，捐给有需要的人。现在的那种很流行的。优酷那边有一个奖励机制嘛。但是如果你上班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拍，那时候他就毅然决定辞职。我是为快手自媒体的，大家都可以随便拍嘛。那你其实也离你自己的愿望越来越近。对，我们团队有很多人，就是每个人的演的那个定位不一样。定位不一样。你的定位是什么？就目前都还没找到定位。你有没有什么遗憾？遗憾的是没有好好读好书。那时候因为我还在看网吧嘛，然后喜欢一个女孩子，她家里是很有钱，自己是开那种古董公司的。她爸爸说嫌弃我太丑，名叫什么名门对什么，还有一个叫门当户对。现在吗？前几个月，不想要去那种空门当户对，不好生活就行了。那你现在是不是算实现你的理想了？一半吧。还有一半是什么？有开多点这个自己想做的事业啊，就可以，他们就不用去广东打工了，给他们工作啊，在家都可以挣钱了，是不是？The develop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s has revolutionized the way we work and play. So tha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Xu Huashen can find his fame and fortune in his hometown Guangxi. It just goes to show that in your quest for success, you don't have to pull up roots, hit the roads, and leave the place and people you cherish far behind. 华晨哥是春节前一月去做公益活动，拿了80万。80万，他在广西14个地市，每个地市去一个点，走遍广西。此刻就应该放首歌啊。放你的歌吧。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有一天你就不红了？肯定会有的，花无百日红。现在年轻，所以说呢，有梦想要去追的，那等到60岁。拜拜，加油哦！拜拜。
江山那也无妨，输了别人醉，赢了干一杯，不提兄弟不提情义，来世相随。